上次我们录的时候，那时候只有40多家，没有人看。现在我们请到了2名奶王。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，也同时叮一下旁边的小铃铛。颁奖嘞！我们只是考察奶茶，考察奶茶。你们最近都是带奶奶喝奶茶？早期是从现在 Sutra 喝，过后呢就去到 Austin 喝。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地点 ，Eco Hotel。那边有人吗？那边现在很多。哇，所以现在喝奶茶，来要去 Eco Hotel。他今天也都是奶茶，除了杯子不一样之外，那上次的奶茶什么？其实我也是不知道哎，我们来问专业的好吗？虽然我是奶王，不过由于它开的速度太快，是蛮多新的牌子，所以今天就买来试看看，来一起考察。对这杯大杯的最有兴趣啊！你就是喜欢大的对吧？我就喜欢大的，大不大不重要，该买奶茶收啊！我看见那个妹子 ，good 啊，奶奶姐，等一下快来抱我。OK， 哇，这杯大杯了，面块这样大杯了，晚餐都不用吃了。只有上面这一 part 是水，然后下面是有东西的。那你快点弄来看看，甘如饴墨。太高了，我尝了，甘如饴墨。哎，我不用，我有 wake up， 这就跟你们讲过了咯，要自己带这个 wake up 的嘛，环保爱地球。快点喝掉，然后看下面是什么。所以它真正它的茶其实到这一边罢了，下面这边有一个什么？来，英文比较厉害的。Tear for surprise， OK， 真的是 tear for surprise。哇！这个多一点呢，是因为它是用纸，没有那么多的塑料。这杯味道还不错，然后另外一点是它杯是用纸杯，然后重点是它还有金子，下一杯可以买一送一。第二杯我其实蛮想吃这个判茶，日式烤茶，因为它之前是没有出过奶茶系列的。那之前做什么的？奶茶。之前是没有出过奶茶系列的，最近在Austin蛮红的奶茶店，它的二楼有太空船，来大家喝喝看。好，珍珠好像不一样哎，这是樱花珍珠，粉红色的耶。喝了会少女心爆发。它后面有樱花的味道。萨库拉的味道。来，真的吃得出没你们？就是真的有点。后面。真的有哎。真的有。OK， 然后这个第二杯判茶特色，我觉得就是它有这个很可爱的这个樱花珍珠，我很久没有看到有像粉红色的珍珠，淡淡的这个樱花的味道。然后现在我们来试第三杯，就这样比喻吧。唯一杯热饮可以吗？好奶热。OK， 来，我们来喝喝看。它珍珠真的很软，不错。嗯，它的奶味好重。是的，妹子。good 哦。哦，你刚才讲的就是这间了。哦，原来是这间。乳鱼 good。啊，又是奶茶又是珍珠，好无聊啊！那么别的东西，比如我买的鸡排，就是我刚刚买的3家鸡排店。喝奶茶一定要配鸡排。这个是你从台湾带过来了？不是，这是刚开的，在猫山。哎呦，还有啥子好吃的呢？好吃呢。这个我们买了1.5小时了嘞，在我吃的时候它还是嘎吱嘎吱的嘞，太好吃了！哎，这个兔派克哦，它把原原本本的那个味道带过来马来西亚，真的还是我10年前的味道。下一家哦，也是来自台湾的，据说它是 NONO 的牌子，然后马来西亚的总代理，新生好像是第一支，就是它，懂不懂？口味也是好吃啊，这个很厚哦。不错啊，这好吃啊，蛮香的。这一间很厚实，这间真的不错啊。哇，整块肉的，骨头不多，很实在，口感很好，它CP值算高的。我毕业回来过后，马来西亚开了第一间台湾的鸡排，士林鸡排。原来这个士林鸡排在台湾一间都没有，反正它就叫士林鸡排。OK， 这间很夸张，每一个 shopping mall 几乎都有它，连马来人都买它。对。各花入各眼，大家有没有最爱的鸡排？泰的鸡排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鸡很脆，很喜欢。明真呢？这个士林鸡排。好，士林。士林，因为它在全马各地都很方便，都可以买到。是啊，每次小金猫要看电影，也可以偷偷买了2片来拍进去。黑风呢？泰克鸡排，肉很甜，这是真的。嗯，因为你每次讲的话，我就觉得联想到妹子那边。为什么？肉很甜。奶王孟家肉够多了，给我们这种方便跑的人一片就可以顶一个效果了。鸡蛙，OK， 泰克，它的肉我觉得腌到最有诚意，我选
派克，原汁原味带过来啦，很想念这个味道哎。现在又回到了奶茶时间，我们试的这杯 Koi 呢，目前南马第一间是在密布里面嘛，对，第二间在 Paradigm Koi， 我每次在新加坡都会去买，不过要搞清楚，新加坡这个叫中杯，这里这个是大杯。Koi 的珍珠是给超多，这杯如何？老字号，是好喝，珍珠很好咬。Koi 是老字号吗？没有错，跟台湾的五十岚是有关系的啦。它的奶香跟茶香是很综合的，不会像它的有些它的奶香特别重，是茶香特别重。下一杯，试一下这杯吧。你有 freestyle 吗？爱奇艺，中国新说唱。爱奇艺还有做奶茶哦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还可以，我也觉得 OK。冰山烈焰。只有他唯一一间有放这个 level 的，就是很重的焦糖味的奶味，特别的，它上面是用最甜的，它全家的冰，你们懂吗？啊，这边有，哦，中国新说唱，对，我觉得 OK， 就是我会买这一杯，因为你们上次第一集吹喊口号的那个，喝了加一，少压力，他是这样子的，喝了加一，少了压力。他的店就开在嘉义那边，每天听到都会有啊。接着来吃我的大成都肉 ，Decoco 店，我蛮喜欢喝他的这个嘉义奶茶。就为什么我这样喜欢，就是说他有放咖啡冻下去，我喜欢咬东西啦，我觉得整杯的口感就像你喝芋圆就咬东西，一比比芋圆就是有的不一样。嘉义，哦。要这样反转，啥人做啦？不是，有点苦苦样的味道啊。咖啡奶啊。其实你们懂它为什么叫嘉义吗？来吧，你有个地方叫嘉义哦。就我们 Facebook 每次讲我们嘉义去哪里，他们会讲哦，嘉义就是嘉我一个啦。啊，他真正的哦，所以这个是本来叫的 brand， 真的没有要把它打广告。对，好，最后一杯，名字非常特别。叫我尖叫！这杯啊，我觉得它厉害是，它是最后一杯，你看它颜色还是比较清清楚楚。第一杯买的，第一杯买，最后一杯喝。是那个谁的店，你们知道吗？谁的店？谁的？这个人的，这个人的，王奶奶啊！王奶奶，你看不出来，那是那个台湾的艺人亚拉姆的牌子，难怪他叫不要对我尖叫啊，因为他声音就是这样。啊，你会？我就是这杯。这杯是什么？我看它的珍珠好像跟这个判茶没有两样的，像粉红色。这个是桂花，那是桂花，不一样。哦，虽然都是粉红色，就是粉红色。哎呦，来这边大家喝一下，看这样子。嗯，好。这边的那个玫瑰的那个味道很香，很重。它应该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来顾客做那个什么啊？哎，不要不要。那板东爱，哇，它不是粉红色一样，不要这样。透不透洞？来我们马来西亚还有。注意到我们入乡随俗哎，吉娃，那个玫瑰珍珠跟那个樱桃珍珠，它都是粉红色，有什么差别？我觉得啊，樱花的味道比较香，日本的比较好啊。你最懂我。第二集也拍到差不多了，喝也喝完了，鸡排就喝完了，还是请他们两个每天到处喝茶，到处把妹的，帮我们做一个，我也不懂要怎样了。人每一杯都有不同的卖点，奶茶其实跟咖啡一样嘛，没有好不好喝，只有适不适合你喝。就爱情一样，会讲会讲，会讲好会先加。肯定是我们这种不太会喝的先选的，他们两个留在最后。我要选这杯的判茶。我觉得它奶茶我忘记什么感觉啊，不过它珍珠跟别人不一样，人家都是珍珠味嘛，它珍珠里面还有馅料这样，不错不错。我选这杯最高的，最大杯，它好像是鸡吗？大茶鸡，霸王茶鸡，很经典。那你嘞？啊，我也是一样。两个女的都选那间，你们要去喝茶，可能要去哪间？可能女生会比较多。我觉得它的茶味很香，很喜欢。我选它霸王茶鸡。东西不是这样来选的嘞，其他的。霸王茶姬，他的 slogan 也是很厉害，把茶做到骨里啊！我就觉得他这个 supply 很棒，打开来有巧克力跟买一送一，看了就是爽啊，很有心在做。来，我们选哪个？古玉，什么嘞？妹子哥哥，哥。不过这间除了妹子不错，再去买的时候，我听那个店长讲，他用的东西都是新鲜天然的。OK， 我的话我选嘉义。茶很香，然后它放的那个配料很特别，你们可以去试一下。在哪里啊 ？Eco Botanic 大城前面。
你嘞？这个都有它的特点的、啊。其实这个、okay. 这个标配我尖叫，我觉得它的玫瑰在配奶茶，其实这一杯很不错。然后口味是一样老字号，用什么介绍？因为现在是雨季，我觉得烤奶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大王茶姬呢，在茶那边真的是有一定的研究啦，喝不出是什么茶。吸引力，奶盖是吗？珍珠蛮香蛮甜的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这杯不要对我尖叫，吸引力还有古玉。这三杯都是全 JBD 奖，全满地奖，全满地奖，全满地奖，不要看心脏，那噜噜这样。我现在已经不叫奶茶镇了嘞，叫奶茶王国。哇，半年前我们拍的时候还叫奶茶街，先叫奶茶花园，奶茶王国。我们刚才试吃的这个梦甲鸡排，还有派克鸡排，也是全麻一家还在身上。会选，会选，来，主要请来，不错吗？虽然我们不是最大城市，今天这些奶茶都很 OK， 不过这霸王茶姬真的是很意外，是做在它的行销手法方面，真的是眼前一亮，真的是蛮花心思的。然后，没有第三集了。